新股族们最爱的股票排行榜曝光，尤其是40到54岁的妈妈们，今年第一季持股的库存前五名，依序是台积电、中钢、国泰永续高股息、元大高股息和鸿海，而6到10名则是联电、开发金、群创、玉山金以及元大台湾50 ETF。值得关注的是，相较去年同期，联电和鸿海被两档 ETF 挤出前五名，原本前十名中的 ETF 只有元大高股息，如今一共有3档。显示擅长精打细算的妈妈股民，除了常报龙头全指股，也热衷布局高股息 ETF。统计也指出，今年第一季40到54岁的女性股东人数增加到了133万人，人均库存市值是179万元。虽然因为台股修正年导致人均库存市值下滑了3.3%，但也因为价格相对便宜，持有库存人数逆势增加超过4万人。